这是一部非常诡异的短片。一名店员正在扫地，他抬头一看，马上就要12点了，他想赶紧扫完回家。这时店长托尼老师来了，说你回家吧，剩下的我来扫。小伙听完赶紧穿衣服跑了。店长一看这时候不早了，就准备闭店打烊。就在这时他听见铃声响了，结果一看门被谁打开了，地下还有一摊草莓奶茶。托尼老师一下就慌了，难道这屋里进了人了？就在这时衣柜里传来诡异的声音，于是他准备过去看看。这时他发现笤帚让人掰折了，正当他纳闷的时候，一只女鬼出现在他身后。最后他拿起木棍把鬼困住了。早说你要剪头发，老妹儿想剪个啥样的，要不办张卡吧，今天有优惠。不大会儿头发剪完了。妈呀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你个死鬼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有空再来啊。